彭会长你好。你好。今天就说非常高兴的参加这个东德华联总会这个举办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古玉器的这个展，非常好。就是看了这个展，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就看到我们中华的这个文化这个悠久的历史，使我们这海外的华人呢，我们真是觉得就是为自己的文化自豪，对吧？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骄傲。我们相信我们这么悠久的历史，就是说呢，也是其实对我们现在说也对我们是一种激励。我们要不停地，我们继续去弘扬中国的文化，我们要让世界也知道我们的文化。然后呢，所以在海外有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这个100周年之前举办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好，非常高兴。好，谢谢您。可以。